最近十年来这个蓝铁材料很多已经做到国产化了，即使是破了以后，由于漏气量也是缓慢漏下去也能保证废铁安全的飞回来。这个技术采用以后，就是我们可以短距甚至垂直起降，减少了对场地的依赖性我们平时到平整的场地甚至不用在机场里面就可以这么垂直起降。